感谢主，我们现在来到第二边的信息，就是照着神做群羊的榜样，好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在彼前五章一到四节，在这边信息有引经，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这同作长老，在基督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并同享那将要显出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人。第二节，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也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感谢主，这一个就是主所托付给彼得的和长老的，叫他们牧养神的群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长老的义务或者责任，不仅只是长老而已，我们每一位圣徒们就是要来牧养神的群羊。我们的负担不是仅仅服侍在外面的事物的，我们的负担乃是要来牧养神的群羊。所以我们可能说我们服侍主，但是我们服侍了很多外面的事物，我们的服侍，我们与弟兄姊妹们的配搭，却不是供应他们，照着神来牧养他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眼中算为宝贝有价值的。我们外面的很多的事物，不管怎样子，我们的服侍都要牧羊是彼此的，照着神来彼此牧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什么叫做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特别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在这边信息一共有两个大点，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一个启示，什么叫做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要照着神来牧羊，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正确的榜样。所以我的负担是在第一大点，然后第二大点比亚弟兄会跟我们继续有交通。在主今日的启示，主恢复的启示，我们看见我们一切都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带进新的复兴，是以前所没有看见的，就是要恢复过团体神人的生活，并且照着神来牧羊，能够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心腹，并且能够了结这个时代。这个就是这个要来十年，泰国要来十年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十年我们要有5000个人能够过正常召会的生活，有100处召会在泰国，并且有50个分区在曼谷。我们不仅仅只是外面的数目数字，我们要有这个建造基督身体的实际，为着要带进一个新的大的复兴，这个复兴会带进主的回来。所以这三个部分，新的复兴，第一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并彰显上成为神，但没有份于他的神格。这个就是已经到达了最高峰的启示，在神的话上面，我们要成为神是在生命和性情上，但无份于他的神格。弟兄姊妹们，神要叫我们成为他的种子，当我们成为他的种子，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但没有份于父的神格，因为我们是父而生。同样的原则，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没有份于他的神格，不是成为神，不是让人来敬拜我们。所以我们要清楚在这个点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第二，
当我们有生命的性情了，我们需要过一个神人的生活。所以神人的生活，这个团体的生活，就是要有诚信的生活，享受主，并且能够来彼此分赐供应基督。我们的生活必须过一个团体的神人生活，这样子至终我们有这样神人的生活，会叫我们照着神来彼此牧养。只有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性情上成为神，我们才能够照着神来牧养别人，不是照着我们的观念，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乃是照着神。这一个就是我们的牧养要来彰显神，不是彰显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我们自己天然的目的目标。所以在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就是按着神的心意牧养神的群羊。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在神的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过一种生活，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群羊，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喜好或意愿。所以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看见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愿喜悦，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做他们的满足和享受。这享受的目是要产生召会，神的配偶，做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所彰显。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要做活水的泉源，叫我们来喝它，我们借着喝它，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彰显，并且成为他今天的代表。但是我们实际的情形，神百姓的情形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喝它，要成为他的彰显，成为他的扩增，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丢弃了离弃了这活水的泉源，去凿出这个池子，就是所预表的偶像来顶替神。所以今天许多的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是因为我们享受别的事物来顶替神。照着耶利米的书二章十三节，那些偶像在我们里面的偶像，我们爱他们过于爱主，顶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活的，我们所事的，都是偶像。在以西结那里告诉我们，你们在你们心中顶设立了偶像，这个偶像不是我们外面的，是一切都是在我们里面的，是我们心里的，我们所爱的，过于爱主的。所以我们有偶像，我们就没办法来喝主，我们就没办法完成神的经纶。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实际的情形。以西结十五章，他们离弃了神，借着因于是基于他们的偶像。我们为什么没有神话没胃口，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教会生活，我们来到聚会生活里面，为什么没有享受主？因为有很多的偶像隐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离弃神，叫我们远离神。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个偶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恶人邪恶的光景，乃是他们没有就近主来吃主享受主，他们做许多事却不来接触主，取用他，享受他，尝他，接受他。在神眼中没有比这更邪恶的事。我们可能服侍主，我们可能做很多事情在教会生活里面，却没有接触主，享受主，这一个就是在神眼中最邪恶的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在外面，但是我们里面却不享受，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感谢赞美主，第四重点，第四小点，虽然我们不忠信，但是神是信实的，
他信实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就是照着林前一章九节，我们能够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感谢赞美主，虽然不忠信，但是他是忠信的，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耶稣的交通里。在这里我非常摸着关于你弟兄的见证，当他还是年轻的时候，他追求主，爱主，他也服侍主。但是有一天他打开一处经节，是诗篇73篇25节，在那经节里面，在那里告诉我们，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有谁呢？阿们，除你以外我没有什么所爱慕的。当他读这处经节的时候，他说写诗篇的人能够这样子，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说这样的话。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这我可以，但是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但是在地上还有许多男主。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爱慕的女子，这个女子没有信主，很多时候她也讥笑尼弟兄所讲关于基督的事情，这一件事情使她很受搅扰，她也没有亮光。当她读这种经节，她受蒙光照，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尼弟兄就向主奉献，我可以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主还不愿意放他过去，他是信实的，要带他清理里面所有的偶像。所以借着神的恩典，他借着享受主，直到有一天他愿意将这件事情放下来，这个女子不成为我的男主了，我愿意把她放下来。从那个之后，他就能够做见证，他经历了，经历了就像在三层天，或者不在三层天，也就在第二层天，他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很多人借着他能够得救，借他的指示得蒙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神是信实的，没有什么人可以顶替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顶替基督。所以借着林后生弟兄的见证做我们的榜样，这些偶像被离弃了，我们就能够享受这活的泉源，能够借着这一份执事带领人得救。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要想带进新的复兴，带领人得救，我们自己需要被对付。阿们，这个问题不是外面的，不是事务性的，乃不是这个同心合意，也不是外面的，乃是我们里面所隐藏的偶像。我们今天要出去照着神来牧养，照着神的性情，我们自己需要被对付，直到我们成为神在性命和性情上。所以我们需要让神先来牧养我们，先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偶像，我们才能够将这位神去供应给别人。在第五小点，我们的平安、安全、健康和财产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但神是信实的，他定义要将这些取去，使我们能够引于他这活水的泉源。神是信实的，他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经纶，而他的经纶就是要我们享受基督，吸取基督，吃喝基督，吸收基督，使神人在我们里面扩增而得着彰显。所以这个就是尼托生弟兄的见证，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我们的偶像可能跟你弟兄是不一样，但是有许多的偶像在我们里面，神是信实的，要来关照，要来对付我们，借着我们的吃喝基督，享受基督，吸取基督。好，第二重点，我们必须被带回到这个领悟，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享受。阿们。我们也必须帮助别人懂得如何享受基督，并且必须受打岔带领
信徒带回，使他们单纯的真正真神保爱，并享受基督做他们宝贵的人位，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我们需要来对付偶像，然后我们能够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有这样的享受，我们就能够供应弟兄姊妹们，带领弟兄姊妹们，将他们有同样的味道。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被对付，如果我们没有先享受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同样有这样子的享受。在这里有林多哥林多后书11章二到三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的榜样。在这里，我以神的嫉妒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这里保罗的指示就是将我们与基许配给基督了，所以当他去服侍弟兄姊妹们，就是要将弟兄姊妹们带回在这个独一的丈夫里面。第三节继续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失去那向着基督单纯和纯洁，就像蛇用诡计诱骗了夏娃一样。所以我们是个童女，贞洁的童女，是基督的妻子，但是神用诡计来诱骗我们，因为我们以前是单纯而纯洁的，要来顶替我们这个单纯的心思，要将很多的偶像来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保罗是一个丢弃偶像，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他这样的执事就是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回到这独一的丈夫里面。他的所活，他的所事，他就是基于享受。我们出去牧羊人，去接触人，去帮助弟兄姊妹们恢复他们起初的爱，能够来爱主，做我们独一的丈夫。但是起初我们要先来对付，然后我们要来享受，才能够来帮助别人他们爱主。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应当是我们教会中首要的事。教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不是外面的事物是首要的，但是享受基督必须是首要的事情。我们的配搭，我们的聚会事物不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享受基督。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们主恢复的配搭的榜样，为什么要在这一期先要来祷告，先要来享受主的话，吃主的话，我们再来享受，再来说这个事物。因为第一件事情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是要来享受基督。教会生活的内容是在于对基督的享受，我们越享受它，教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更多前书是一卷论到享受包罗万有基督的书，享受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能够解决教会中一切的难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就能够解决教会的难处。我们在讨论，在争吵，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保罗只有一个答复，就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有一次聚会，李弟兄就叫一个长老站起来，李弟兄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有问题了，有一个问题发生，你要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长老就回答说，就来导读神的话。那个人来导读神的话，在那一次聚会，有些人就开始笑了。但是李弟兄后面回答说，这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弟兄是能够做地方教会做长老。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能够解决圣徒们问题的人，只要我们牧养他们，借着带他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这独一的源头，带到他们做独一丈夫面前，要把他们带回到对主享受中，乃是借着导读主的话，吃享受基督的话。在这段时间，
我牧养一些人，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见面，然后我们借着导读主话，借着享受主的话，刚开始我们的弟兄可能不太明白我们的教会生活，但是借着享受主的话，那个话就成为他的享受，叫他有一个感觉，哦，愿意来聚会，愿意来享受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借着我们的牧养，要将弟兄姊妹们带回到主话的享受里，主的话能够有活的享受，能够来帮助我们，供应我们。我们需要看见阿们基督的赐生命之灵七倍加强，将堕落教会带回来享受他自己，以他自己做生命，好完成神永远的经纶。今天我们的负担不仅是传福音，带领罪人得救，不仅是牧养他们，喂养他们，使他们在生命上有长大，我们还需要成全他们，直到他们能够长大成熟，为着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路，能够神所命定的路，神已经七倍的加强，不仅我们经历这个那灵，我们还要经历这位七倍加强的灵，将他自己的元素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将这神圣的元素也要供应给我们所牧养的圣徒们里面。神的工作就是七倍加强的工作，为着能够完成神的定旨。所以不仅我们牧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牧养到他们一个地步，直到他们成熟，就像保罗的，他为着要将圣徒们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当我们产生了很多属灵的儿女，刚开始我们要来牧养他们，要对他们有负担，使他们长大，使他们被成全，能够在生命上真正的成熟。最后第四重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与主合作，指我们如果看见他是我们的牧人，执行他在加强阶段里的工作，就是来牧养圣徒。他如何来牧养呢？他的牧养是借着牧人，所以今天他要借着信徒们牧养教会，他不是自己直接牧养，他的牧养的工作是借着这些使徒，借着我们。今天我们需要与这属天的执事合作，来牧养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配合与神合作，为着在这加强阶段的工作能够得着完成，就是使人有完满的享受基督作赐生命七倍加强的灵，成为神的得胜者，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负担不仅是罪人得救，还要成全他们，直到他们就能够进入到全人之间，得着成全，成为进公院的肢体，阿们，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服事，我们牧养的目标就是照着神来牧养。我有一点继续的交通关于神的牧养，有五个因素。第一，如果我们要照着神牧养，第一，我们需要与神是一。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神是一，我们就没有办法照着神来牧养。我们可能牧养照着我们的感觉，照着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就不会得着供应。第二，我们要想照着神来牧养，我们必须被神所构成。我们要想被神所构成，哥林多后书在那里，我们要来观看并仿照主的荣光。阿们，从荣耀到荣耀，好像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花时间亲近主，我们就不会被主构成，我们也没有办法照着神来牧养弟兄姊妹们。第三，我们需要过一个神人生活，
在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服侍，我们牧养的要求不是一些小的事情，不是我们外面的事工，不是外面的秘诀。今天我们需要过一个照着神人的生活，我们唯有这样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照着神来牧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成为神，有神的人位。在创世纪一章26节，我们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要让神在我们里面做人位。今天我们要照着神来牧养，我们必须要成为神正确的代表。阿们。有他的柔软，有他的谦卑，有他的赦免，有他的爱。不仅如此，他是公义的神。特别借这些点，阿们。特别有家庭的，他们有孩子的父母，就是神的代表。我们可能说很多的话，我们可能说很多事情给儿女听，但是我们自己要成为儿女的榜样。所以当儿女们听见很多属灵的事情，他就看父母，他是神的代表。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我们日常之间的生活，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代表。所以今天如果没有正确的代表，没有正确的活出，阿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得着真正的牧养跟成全。如果我们有正确的代表，弟兄姊妹们就会得着正确的牧养。我们要想有正确的代表，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形象从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得着彰显。最后，我们需要能够来分赐神，我们的服侍，我们的配搭，我们的跟弟兄姊妹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夫妻生活，每一方面都需要在这里分赐基督。这个就是照着神来牧养，将基督供应给弟兄姊妹们，将他们带回到对基督这位包罗万有基督的享受里。最后我要做一点见证，阿们。关于一个弟兄姊妹们，因为第二大点要说到关于这个见证，照着神来牧养的见证，要做群羊的榜样。有一位弟兄，他在美国，他是一位同工，并且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有一次有一位连长的姊妹请求一个弟兄跟他去买鱼，为着要来放食，要做一些事情。但是那个弟兄就打电话给这位长老说，这位姊妹要去市场里买一条鱼，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最后这位长老就愿意去市场去买一条活鱼，要去选鱼，因为他从来没有买过。到了市场，他选了一条鱼，最后买到了，就给这个连长的姊妹。但这位姊妹就很稀奇，因为他感觉说，这位弟兄是长老，他应该花时间来这里读神的话，来说一些鼓励的话，在讲台里面分赐基督，为什么这位弟兄却能够去市场买鱼，为他去买鱼呢？然后借着他都不知道，在那一天这位姊妹就借着这样子得着牧养，并且带回到教会生活里面。最后他不正常教会的，却能够每一场教会都能够有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却能够成为他的生活，不是他仅仅在这里讲信息，乃是借他的生活，借他愿意与神是一，在这一件事上，这位姊妹就能够恢复过教会生活。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服事只有我们来讲说神的话，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牧养就是榜样，就是我们生活日常平日的榜样。不管是小的事情大的事情，都需要在这里彰显基督，并且做神的代表。所以借着这样的榜样，我感觉说我们的服事就是要来享受主的话。当我们享受主的话，我们可能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的生活却能够成为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牧养。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生活是满了彼此的牧养，照着神，不是只有这个长老才能够牧养，我们软弱的也能够供应给连长的。
可能我们是牧养别人的人，一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羊，所以这个羊就需要有牧人，我们是牧人也是被牧养的人，我们不仅是牧养人，也能够来接受牧养，最终神要来得着他的心腹，完成于他的经纶，借着我们站着按着神来牧养。感谢主为着在泰国十年的计划，我们有负担要使在全泰国过正常教会生活的圣徒的人数达到5000位。那全泰国的众地方教会要达到100处，特别是在曼谷教会要分区要达到50个分区。弟兄姊妹，为着这样的负担，我们每一位都需要从主而来的训练，好使我们能够有份于牧养神的群羊。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的部分人能够去牧养，而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去牧养。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太过的事。事实上，在这些信息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是主心头上的负担。神是群羊的大牧人，这意思就是说，神有意要使我们与他一同有份与牧养。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刚才阿迪松弟兄已经给我们交通到第一个负担，就是按着神来牧养神的群羊，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羊。我之前对这个的领会是，我们可能不要照着我们的喜好或者我们起起伏伏的情绪来牧养神的羊，而是要照着神来牧养。但无论怎样，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看见，按着神牧羊就是照着神的心意牧养，或者说被我们牧养的人被带进到神最高的心意里面，那就是神作为活水的泉源，是我们独一的享受。 Amen。 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的第二个负担，第二大点，我们必须做群羊的榜样来牧养神的群羊。牧养人最好的方式乃是给他们正确的榜样。在特会的开头，我们就知道这一次特会的主题是牧养神的群羊。我们可能觉得在这一次的特会里面，我们会学到一些的技术或者出去牧养别人的方法。弟兄姊妹，我们的负担不是要学习一些外面的技术或者一些的方式方法，我们的负担呢，是要让大家看见牧养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来做榜样。 Amen。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尼弟兄所说的格言，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换一句话说，神所注重我们成为榜样过于我们所学的外面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要在哪些事上来做榜样呢？事实上，我们需要照着在第一大点所提到的这些事上来做榜样，就是做一个在神心意里的人的榜样，做一个享受神的榜样。借着这样的享受神，结果会怎么样呢？哈利路亚！在第一大点第一重点告诉我们，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弟兄姊妹，我们的享受不仅为着我们的自己，我们的享受至终要使召会产生，这就是我们享受神的目标。在第二大点，我们将会看到三个的榜样，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榜样，第二个就是彼得的榜样，第三个就是保罗的榜样。那肯定的是，最高的最重要的榜样就是主耶稣的榜样。在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就必须在我们的灵里来接触主。主做我们活的榜样是在我们的灵里，那结果呢，就使我们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们有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主也就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好使我们成为神群羊的榜样，好使我们能够牧养神的群羊。感谢主。事实上，彼得能够成为神群羊的榜样吗？如果就着外面天然的这个彼得来看，这可能是不可能的事。他曾经三次否认过主，但是感谢主，因着有主耶稣这活的榜样在他里面，借着彼得来享受这位基督。哈利路亚，这位活的榜样就是彼得能够成为这个榜样的复制。在彼得的晚年，他就成了神群羊的榜样。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不是说我们模仿主耶稣，这是不可行的，也不可能的。我们成为别人榜样唯一的路乃是，我们要来享受主耶稣在我们的灵里做这个活的榜样。我们享受有多少，这个活的榜样就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有多少，享受神的榜样。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来享受怎样的基督呢？在以赛亚7章14、15节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样来做享受的榜样。第14节我们很多人都可能已经很熟了，就是预言到有童女怀孕生殖，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但是第15节可能是很多基督徒所忽略的一节。15节说，这位男孩子，也就是这个以马内利，他要吃奶酪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如果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来读这一节，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主耶稣很喜欢吃奶酪吗？主耶稣很喜欢吃蜂蜜吗？那什么又是弃恶折善呢？在我们的天然的观念里面，我们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就像宗教所教导的要弃恶扬善？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我要从后面先讲，那什么是恶呢？我们接着第一大点，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是恶。照着耶利米2章13节给我们看到说，最恶的事就是不享受神。那什么又是好善呢？善就是神全备的旨意。主弃恶，意思就是说主一直的来享受神，主从来没有弃绝神作为活水的泉源，主没有做任何一件事而不享受神，享受父。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父一直是一。那什么又是折善呢？那就是主没有照着他的意志或者他的心意做什么。主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父全备的旨意。 Amen。 那什么使主能够拒绝一切在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呢，而选择神的旨意为善呢？在以赛亚7章15节就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主吃奶酪与蜂蜜。奶酪是什么呢？在纲目给我们看见，奶酪预表最丰富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恩典就是三一神作为我们的享受，所以奶酪与享受恩典有关。蜂蜜预表最甘甜的爱。弟兄姊妹，对于主耶稣，他最享受的，他最爱的就是神自己，就是活水的泉源。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什么是我们最享受的？什么是我们最爱的？如果不是神，那些东西都是偶像，那些也就是恶的事。如果我们享受的，我们所爱的不是神，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作为榜样，来牧养神的群羊。愿主来提醒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主耶稣作为活的榜样来使我们享受神。是奶酪，是最丰富的恩典，
是蜂蜜也是最甘甜的爱。这位主现在就活在我们里面。当主享受神作为奶酪，作为蜂蜜，主就有能力来弃恶择善。同样的，我们若享受这位基督，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主就以他自己来牧养我们，结果就是我们能够选择神所拣选的。选择什么呢？纲目告诉我们，就是神全备的旨意，甚至为召会牺牲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除了引自以赛亚7章14、15节以外，在约一3章16节也讲到这一点。在这一节给我们看到主为我们舍命，在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为弟兄舍命，就使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榜样。但是我们为弟兄舍命，不是因着我们模仿主耶稣，这个模仿是不可能的。但是借着在灵里享受主耶稣这活的榜样，就使我们被构成能够为弟兄舍命，成为众人的榜样，并且能够牧养众人。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唯一的榜样，就像刚才我讲的，彼得借着享受主也是榜样，同样的，保罗也是榜样。如果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琐事是这样的榜样，这是对别人最好的牧养。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与我们最近的人就从我们得着最多的牧养。弟兄姊妹，不要忽略我们家里的人，不论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就要从我们身上看见享受神的榜样。我们这样享受的榜样，对他们就是最好的牧养。弟兄姊妹，我们身边的人应该看到，不论我们外面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要维持我们的喜乐，我们都要来享受主，不享受神之外的任何事物。如果这样，别人就能够从我们得到真正的牧养。甚至我们什么都不说，他们也从我们身上能够闻到基督馨香之气。就像保罗在灵后所提到的，事实上不论在保罗的哪一卷书信里面，他都是这样的榜样。在我讲保罗之前，我们来先讲彼得。因着这篇信息是从彼前5章1至4节所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些经节就能看到彼得的榜样。在彼前5章1节，彼得劝诫他们中间做长老的人，保罗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位长老。除了是长老以外，彼得还说他是见证人。不要忘记，在希腊文里面，见证人也有殉道者的意思。彼得说他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并且同享那将要显出之荣耀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他享受这位基督作为恩典，结果就使他能够成为见证人，不仅看见基督的受苦，他自己也愿意为着召会成为殉道者。这就是彼得的榜样，他的榜样就是愿意为神的群羊、为召会牺牲。那彼得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呢？如果我们来看彼得的书信，比如说在彼前2章7节，也就是在第二终点，彼得以基督作为他的宝贝，同样的，他也享受基督做他最丰富的恩典，是他最甘甜的爱。彼得说，虽然我们不见他，但是我们却爱他。这也就说明彼得以基督为他的爱，并且因信入他而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彼得能够作为殉道者，愿意牺牲自己为着召会，就是神的群羊，是因着他享受基督做他的奶酪，做他的享受，也享受基督做蜂蜜，做他最甘甜的爱。在第二终点第二小点，
牧养神的群羊，要求我们为基督的身体受苦，正如基督受苦一样。借此，这会使我们得着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为赏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负担让大家出去牧养神的群羊。我愿意很直接地告诉大家，我们在牧养神的群羊上，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受苦。不论是谁，都喜欢舒服，不喜欢受苦，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去牧养别人。但无论怎样，我想告诉弟兄姊妹，就好比没有谁的生活是不用受苦的。不论你是多么的不想受苦，但是最后你总会遇到让你受苦的事。既然是这样，我们所受的苦如果能够使别人得着牧养，这不是更好吗？既然我们会受苦，那我们的受苦如果使教会建立起来，这不是更好吗？为自己受苦，为着我们的工作受苦，这些是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赏赐的。但是我们为着基督的身体受苦，为着牧养神的群羊受苦。在彼前五章四节告诉我们，有一天基督作为我们的牧长显现的时候，那些有份于这受苦的，就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我们要受苦，我们就使我们的受苦在神眼中算为得数，有价值。我们来看另一个榜样，也就是保罗。保罗也是牧养神群羊的榜样。在第三重点告诉我们，保罗是享受基督做最丰满的恩典的，也就是奶酪。同样的，保罗也享受基督做他最甘甜的爱，也就是蜂蜜。因这对主这样的爱，就使保罗被困迫向主而活，也使他愿意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特别的在意关于保罗作为牧养神群羊的榜样。弟兄姊妹，我要再重复一次，无论是基督也好，或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作为牧养神群羊的榜样的重点，就是他们作为享受神基督的榜样，是享受奶酪，享受蜂蜜。今天如果我们也想像他们一样做这样的榜样，我们就要每天享受基督作为我们的奶酪，作为我们的蜂蜜，别人就会看见我们是一个享受的人。我跟大家讲一点的见证。有一次我在美国见一位弟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正享受基督的人。我就问他，你跟李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李弟兄怎么样？因为我也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说李弟兄是很严谨的人，很严肃的人，也是一个很爱真理的人。但是我问这个弟兄的时候，他说李弟兄是享受主最好的榜样。李弟兄是一直在享受主。因着这位弟兄与李弟兄在一起，他就看见享受基督的榜样，所以今天他就成了他所服侍教会圣徒的榜样，成了全地认识他的人的榜样。所以对我们也一样，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件事，就是看见享受主的榜样。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第二小点与第三小点是有相关联的。第二小点说，保罗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生产酒之葡萄树的实际。葡萄酒是为着什么呢？在四世纪九章十三节那里说，葡萄树对他们说，我岂可停止生产我那使神和人喜悦的新酒去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所以弟兄姊妹，关于牧养，不是说我们飘摇在众弟兄姊妹之上，而是使弟兄姊妹满了喜乐。那我们如何使弟兄姊妹有喜乐呢？我们自己就要来享受基督，作为葡萄树来产生葡萄酒。我们可以看葡萄树的一生，葡萄结出葡萄，再借着葡萄产生酒，要经过多少的过程痛苦。但是结果却使那些喝葡萄酒的满了喜乐。保罗是一个真正与基督是一的人，
为什么说保罗在这一点上有经历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小点，保罗享受基督这属天的酒，并被他充满到一个地步，成为给神的酒做奠祭被浇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二章十七节看出。对我来说，这一节经节是非常难理解的，也是一节我要明白需要花很多时间的一处经节。但是无论怎样，我愿意读这一节给大家听。如果我们明白这一处的经节，我们就会有大喜乐。在这一节，保罗说，然而即使我成为奠祭，保罗说他自己正要成为奠祭，浇奠在腓立比人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他也有喜乐，并且与腓立比人一同喜乐。奠祭是由葡萄酒所做成的，是红色的，所以作为浇奠的奠祭，一面就表征殉道。保罗说他愿意殉道，但是无论怎样，在旧约奠祭他不能够单独的来献上，要献奠祭就需要有基本的祭献上，无论是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物是基本的祭物，只有有基本的祭物献上之后，才能够浇奠奠祭。那什么是保罗牺牲流血的基本的祭物呢？保罗说，就是腓立比人的信心。如果弟兄姊妹来看注解，这里说腓立比人的信心能够作为被献的基本祭物，不是他们得救的信，而是基督自己，就是腓立比信徒所领受、经历并享受以及构成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与基督成为一，成为祭物。腓立比圣徒被构成在里面的信心，也就是基督能够作为基本的祭物献给神。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只愿他的服事能够使腓立比人经历基督、享受基督并被基督所构成，能够作为献给神的祭物。所以为此让保罗牺牲他自己，他都是愿意的。这就是腓立比二章十七节的意思。保罗说，只要腓立比人有这样的信心，他愿意为此流血。弟兄姊妹，有这样心的人，愿意流血，愿意牺牲，从这样的人身上，你能够摸着什么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所摸着的就是他很专一，他很绝对。但是对于保罗，我们所摸着的是他是喜乐的，并且他与腓立比人一同喜乐。弟兄姊妹，能够使保罗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不仅仅是他的专一、他的绝对，而是他经历这位基督作为葡萄树生产葡萄酒，享受基督作为葡萄酒，使神与人都喜乐。今天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要想牧养别人，愿意牺牲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路就是我们要来享受这位基督。我们来看第四小点，我们能看见保罗的榜样，可以从他牧养以弗所的众召会看出。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这是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的众长老所说的话。彼得叫这些长老与他在米利都见面，因着保罗没有办法到以弗所去，所以他就叫这些长老来到米利都与他见面。当他们见面之后，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就讲了很多他为着以弗所人所做的很多事，让他们想起保罗在牧养上做他们的榜样。有一些的事情我愿意强调给弟兄姊妹。第一处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的第十九节，保罗说他服侍主反是谦卑，常常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弟兄姊妹，这里我们要留意，保罗说他服侍主流泪着服侍。服侍主流泪的服侍，那是怎么服侍呢？这就是说他有很大的负担，为着神的旨意。
以致他流泪。弟兄姊妹，我们也流泪，但是我们有几滴眼泪是为着服侍主呢？是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呢？关于流泪，保罗在另一处，就是第31节也有讲到。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在保罗对主的服侍里，他不仅在神面前流泪，他也向着圣徒个人白天黑夜的流泪，3年之久，也就是说每一天。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些从教会迷失的弟兄姊妹有负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着他们的迷失在他们面前流泪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提醒过了，也牧养过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回转过来。愿主使我们对他们满了负担，以致在他们面前流泪。 Amen。 事实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只有我们享受基督与基督是一，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保罗的牧养。在使徒行传20章20节26、27这3节里面，我们看见那些对于以弗所人有益处的，那些关于神全部旨意的，保罗都告诉了他们。没有什么是保罗没有告诉他们的。我们自己也需要这样来牧养神的群羊。但是我们要有这样来牧养神的群羊，我们自己要被神的旨意所构成，被神的经纶所构成。回到这一篇信息的负担，也就是说我们要享受神的旨意，享受神的经纶，我们才能够将我们所享受的告诉圣徒们。那接着就给我们看到保罗他还保爱神的召会。保罗说，召会是主用他的血所买来的。哦，主耶稣，我们今天的享受不仅仅为着我们自己，也不仅仅为着一部分的圣徒，我们的享受最后要是为着神的召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所享受神，我们不要只顾到自己享受主。当我们享受主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从我们对主的享受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拿去牧养别人的。哦，弟兄姊妹，我真的是鼓励大家，有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在 Facebook 上发一些食物的照片，或者自己做一些事情的照片，我感觉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如果我们对主有享受，我们把对主的享受放在 Facebook 上面，这是不是会更好呢？我知道弟兄姊妹发这些食物的照片是对这些食物有享受，但是这些食物的照片也暴露我们说，我们对主的享受没有对这些食物的享受多，对不对呢？所以真的很盼望那些看我们 Facebook 或者我们 Line 的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抱怨，反而是看到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好使我们成为那些对基督享受之人的榜样。哦，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讲一点负担的话。不要轻看我们借着网络的方式来表显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有好几位圣徒可以在这件事上来做见证，借着他们在一些基督徒中间分享他们对基督的享受，不论通过 Facebook 或者一些 Line 的群组，借着对他们的分享，最后他们就能够带一些人来得救，来受浸，或者带一些人进到主的恢复里面来。弟兄姊妹，今天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能做到的路就是借着来享受基督，作为奶酪，作为蜂蜜，也就是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的爱，直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与基督是一，愿意牺牲我们的 Facebook， 愿意牺牲我们的脸面。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太愿意让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可能有一天我就没有办法与他有争辩争论了，怕朋友反问到说，基督徒是这样的吗？这就是我们需要付出的一些代价。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愿意在这件事上付代价，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就是这一点点小小的受苦，就能使弟兄姊妹有份于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借着这样的受苦，也就使我们能够有份于，就像彼得所说的，有份于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感谢赞美主，使我们对基督有更多的享受，不仅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更是享受到别人看到我们是榜样，看到我们是一个享受主的人，是一个只以基督为奶酪蜂蜜，以基督为独一牧养源头的人，好使别人在我们身上从我们的生活中所看到的榜样得着牧养。感谢赞美主， Amen。阿妹，弟兄姊妹，我是吉森达弟兄，现在我是在塔布伦神的教会服事，是在萨盖府。之前我在公会里面是教会的监督，在那里有8年的时间。现在我转到主的恢复里面，感谢主，借着一同参加在农卡达那里建立教会。就是应琳达姊妹和属岔弟兄的邀请，是在2019年10月20号那一次，也认识了怂的弟兄和沃桑弟兄。那次之后，我就将我所领受的那些分享给在公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那里的牧师们非常的反对，他们说我们接受了异端的教训。然后那次之后，我就决定要进入基督身体的路线，借着哲翰弟兄他将这个诚心圣言的书本送给我们，也邀请我们进到诚心圣言的诚心的这个群里面。所以在2019年的10月26号之后，我就进到主恢复里面，与我们这边有5位的弟兄姊妹一同进来，感谢主。然后主也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生命的经历和12来，就从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这里的食物非常的丰富并且我们也是坚定持续的传扬福音然后有很多人得救，从5位现在扩增至20位。主耶稣借着神的带领以及东部的这些活力同伴，我们每周一7点半到8点半都有一同的祷告以及为神的工作代求，愿尊贵能力归于他，愿生命之灵的律与弟兄姊妹同在，阿们，阿们。我是甘亚尼姊妹，之前我是在痛怂，在拿翁教会聚会，后来就搬到了奥南，后来就在空痛格比教会聚会。感谢主，主带领我进到恢复里面，那是借着在 YouTube 上面这个尼托森弟兄坐行站的这个录音，感谢主，借着希伯来1章3节和路加14章17节，我非常的享受。
那里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是完全在于主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我们要停止信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感谢主借着进入这样的信息使我得着开启，特别是我每天早上个人晨兴十分钟，在那里呼求主名，让主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名，使我们接受他名的丰富，做我们的供应，使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被剪除，这是我们得胜生活的秘诀。感谢主。然后接下来我就个人祷告有十分钟，让内处的精简能够构成到我的里面，使我能够与他的话成为一。感谢主。然后接下来我就进入团体的晨兴，使主做我们的亮光来光照我，在我里面有新陈代谢的变化。我也非常享受主日聚会，这乃是我们来纪念主，是我们来享受让他在我们里面扩增。我非常宝贝主日聚会，我们需要在灵里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从周六就要预备我们的灵，在周六10点到12点有2个小时为着主工作的祷告，还有4点到5点半我们有健康话语的聚会，这使我也非常的受鼓励被坚固。然后晚上1点晚上的7点到8点半我们也一同来追求这个生命读经。感谢主这一切的追求。我们还有这个活力牌，我们每天有5张圣经的追求。感谢主，圣经乃是新约，是我们的新遗命。哈利路亚。我非常的享受，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能够被调望，如火调望起来。感谢主，使我们享受他做我们的平安和怜悯。这一切乃是借着信，也是借着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为着神圣的经纶，在懊恼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是同心合意与身体一同祷告，要在这里能够来建立召会，栽种召会树，请弟兄姊妹一同的纪念，为我们祷告。不是今年的话，就是在明年要建立召会。阿们，愿主祝福。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初迪尼姊妹，我在公会里面有41年了。感谢主，借着主的拣选和呼召，使我能够脱离公会。我的家里面一共有8位，现在只有4位。但是我的这些兄弟姐妹啊，他们都是在公会里面。感谢主，他呼召我脱离公会。借着这次的疫情，我就进到主的恢复里面，特别是借着一位圣徒带领我进到这个晨兴的小组里面，进到这个晨兴的群组里。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我也不喜欢读圣经，因为我不明白。感谢主，今天主他来光照我，当我进到主这个晨兴圣言的群组里面，我里面非常的享受。虽然我外面没有书，但是弟兄姊妹在那里读给我听，我非常享受神的话。感谢主，他借着 LINE 群组启示给我，我也非常享受弟兄姊妹的分享。我实在是感谢主，他怜悯了我。感谢主，在晨兴的群组里，还有
很多在公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就来找我说要我回去，我就跟他说我不再回去了，因为在晨兴群组里我非常的享受，每天吃喝享受主，里面满了丰富，我也读了很多的书，像生命的认识十二栏第九第十册，还有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享受主的话，我吃了以后就满了活力，感谢赞美主，我感谢主他的话，借着在灵前十四章一节的话，为着主的话，我感谢主他来鼓励我，借着主的爱，今天我也感谢主在主里满了喜乐，感谢主今天我能够进到这个恢复的群组里，并且我也报名参加壮年班的训练，这实在是给我看见神的经纶，我是从这个3月9号进来的，感谢主为着主的恩典和怜悯，这是神的经纶，我也感谢主借着我的见证能够鼓励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是拼姊妹，现在我在邦雅神的召会聚会，我是在2015年得救的，那一次我听到关于神爱的福音，我就非常的感动，我看见了神真正的爱，那一天我就相信接受主了，那主是怎么带领我呢？当我在公会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太有这个母羊来喂养我，所以我实在是渴慕主的话，所以我就到这个在崇峰浸信会的神学院那里去学习，我在那里就向主祷告，求主赐给我一个好的这个母羊能够来喂养我，就像有主耶稣的心肠一样，那后来主就赐给我一个，但是他跟我在一起不久就后来就离开了，但是感谢主在2019年11月在Ramsey 的弟兄姊妹就邀请我到这个考雅那边一同参加两天的聚集，所以在那一次我就看见了我弟兄姊妹非常的圣别，并且他们的生活满了喜乐，满了谦让宜人的感觉，这一切与我自己的情形就是我满了忧虑和这个急躁完全的相反，感谢主，在主日还有这个诗歌，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对我来说非常的这个惊讶，感谢主，我就非常的有兴趣要进到主的恢复里面，因为这里的真理非常的清楚，那我也在追求我要怎样的进入，感谢主，现在主使我能够看见在主恢复里面的真理，那我要现在要见证说我是如何脱离工会进到主的恢复里面，因为每个人主呼召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听到主的信息并且在工会里面得救，在那个时候主也是在我里面有新的构成，等到有合适的时间主他就带领我脱离工会，感谢主，在那里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工会里面有平安，因为在那里有争吵，他们中间没有爱，并且满了嫉妒，而且互相的批评，感谢主借着主的怜悯，主就把我从那里分别出来，所以后来我就今天就完全的遇到主，在主的恢复里面有什么享受呢？每一天我们晨兴还有享受
启示录的生命读经，我非常的享受接着弟兄姊妹们的深言分享，同时我也向主祷告，求主带领我，使我能够来为他深言，主的话就从我的记忆里面出来，这些话并且是串联在一起，使我能够更多看见主的真理。那有得着什么供应呢？我得着供应就是每日不断增加的，借着与弟兄姊妹的交通，刚开始的时候，因着我个人时间的限制，没有办法参加有些聚会，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我就尽量安排时间，能够有份于这样的聚会，和弟兄姊妹有更多的交通。按照次序，就是先进入晨兴，还有启示录生命读经，以及健康话语的聚会。那还有一些聚会我没有办法参加，我相信神的爱和怜悯哦，给我们每一位有时间，给我们有机会，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认识这个生活中享受它，并且我们也要向它敞开，与它有调和来彰显它。